兼职公司，好啦，去兼职公司做工作，唔通车车啦。哦，遐侪钱啊！哦，四十年前万五足侪钱诶，四十外年前诶万五是足侪钱诶啊！哦，足甘诶，足甘诶，足甘开遮侪钱诶。啊，这种兼职哦。兼职卡生安尼哩。嘿嘿。你若无。哦，我莫打你哦。莫打。哦，去偷莫打。你若去西湖来哦，讲说话什么两件来，咱碰到两三百。哦，迄两件，迄两件遐贵哦。嘿，我两件，我两件搁照算。哦，出诊费三百啦。哦，对，出诊费。出诊费就一直钱啊。哦，你看你啊，你接，你山上人遐侪种，你去这买啦，遐。这个低的啊，这个下底爱有底霜才会请这。对对，啊，讲去这买啦，遐侪种霜。有啊。这是啥物店？十四啊店哦。不是啦，迄个药客行啊。我玲珑哦，卖十四啊，各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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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卖啥物油的哦？哦，迄以前骑脚踏车出来卖迄油的是，迄卖哦，这检测用的，吓死哦！我零岁卖十四，去搞去搞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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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啊，迄检测油是啥物油？检测油是白色的，机油哦，不是。无啊，这个我一边一摊，那两只多吧。哦，检测油。我才五六百。啊，以前那咧卖了外头门的油，看。无，这早说反正五十块左右。啊，是啦。